但是我有一个。但是完全免费有一个前提要先跟大家说，但是完全免费有一个前提要先跟大家说，我们要尊重版权，所以我们不要去乱找一些免费的影片啊、照片啊，或者是音乐，免费的。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要尊重著作权。我们不许免费拍，免费的制作有一个前提，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需要大家配合，就是我们不许用。那免费，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我希望，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。我们需要大家配合，就是我们不尊重制作著作权。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无需。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我希望大家可以配合，就是尊重著作权。我们不使用乱找的免费素材，我们也不使用盗版啊，甚至是自己乱来。但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希望大家。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需要大家配合，就是我们不许。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们要尊重著作权，我们不许。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。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需要大家配合，就是我们要尊重著作权，我们不使用乱找的免费素材，或者是盗版的音乐啊、照片或者是影片素材。